嗨，我 J。嗨，我是 Jess。那我们今天来，IKEA 这边吃午餐。这里是那个新店小碧潭的 IKEA。那我们今天来买东西，然后我们发现，有出新的餐而且有龙虾哎，来试试看好不好吃。所以呢，刚好，因为刚好我这个月生日嘛，所以可以买一送一。哦，买一送一，赞。它是半只啊。对啊，半只、啊。买一送一刚好一只。对啊，半薄的。好吧，走啊走啊，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吃。好久没来逛 IKEA 了，好像有新的东西。一个够吗？要不要两个？如果要吃甜点的话，你一定会买甜点的。然后甜点一定是吃到的。快点来个饮料杯。还好今天非假日不是很多人，如果是假日这里应该塞爆。假日的时候人会非常的多。嗯。今天在里面吃饭，可以靠近窗在那边。今天天气超级好的可以靠窗吃啊。看到没？那你要吃你最喜欢的？餐加甜点就是等于完美的一餐。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定要加甜点咯，你这个理由一堆，这个好不好？主餐加甜点等于完美的一餐。对啊，真的行。其实我非常喜欢喝的。好，买拿一个啊，拿拿拿，这里的、啊。波士顿派。不要，我不要吃巧克力的，我要吃原味的。其实昨天我看到，它这个不知道好不好吃哦。那种这是柠檬派哎。哦，柠檬哦。是柠檬的吧？柠檬派对啊。好吧。巧克力看起来不错啊。先这样。先这样就好了。要不要吃沙拉？你要吃沙拉吗？你要吃鲑鱼沙拉吗？其实这个烟熏鲑鱼佐食蔬也不错吃，蛮好吃的，也蛮好吃的。那、啊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这里啊，哦，这是香椿鸡肉沙拉，有啥？上次我们不是要吃，然后结果没有了，没有对不对？对啊，现在可是这样我怕会吃太多哎，不然我们拿一个这个好了，拿一个，这个啊，好啊，鲑鱼啊，嗯，这个不太一样，这是鲜种会沙拉，哦，我要吃鲑鱼就好了，拿吃鲑鱼，哦，对 对, 对，好，鲑鱼，每次来都必吃，对，每次来都必拿这个跟那个这个。他今天就可以点新的龙虾的。你直接叫两个吧。上次我们是吃炙烧肉牛排了。对啊，上次我们吃牛排跟猪肋排啊。新的。好好奇他到底龙虾多大只？多大只？起码这样子。应该吧。380哦，那要是薯条吗？叫一个小的。叫个薯条。嗯。这是新的，和风炒饭。哦，鲑鱼菲力和风炒饭也是新的，然后那个泰式白虾意大利面也是新的。对啊。下次来吃吧。对啊，没关系，今天先吃龙虾。大颗的马铃薯，怕你吃不饱、啊。我马铃薯都吃饱了。哇，龙虾！龙虾是水煮的、啊。姜蒜是还算可以吧，就是它的那个大小。然后再一份薯。哦，它是那个蒜泥，加蒜。好吧，等一下开吃。
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薯条嘞？有啊，还一份薯条。小薯，小薯。小薯，哎、欸，我还一份薯条。一份薯条。小薯。对。他刚刚很没听到吧？哇，好了好了，正啊，吃不完了。鸡翅就不用了吧？这样够吧？这样够了啦。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上次不是说吃到那个什么？上次其实猪排很好吃哎、欸。猪排吗？其实这个很好吃说。你要吃这个吗？可是我怕吃，你觉得会只会？我觉得好像分量有点少了哎、欸。还是你要吃？要吃就吃啊。好，那你夹一个。夹一个。你说气死你。其实猪排还蛮好吃的，这个，这个对不对？对，它里面就很像蓝带起司啊，很好吃，真好吃。嗯，好吧，就这样了。上次吃过，东西好多。啊？哇，丰盛哦。对，哇，还有给我们签字哎，夹龙虾的，这样多少？总共640。好，640。669。哇，好久没有吃 IKEA 了。哦，这边很多位置啊。这会不会太亮？会吗？还是要坐这里？好了。我们好像都没有拿餐具哈、哦。结果餐具都没拿，顺便倒饮料好了。你要喝什么饮料？我去拿。好。先这样。好啦，我们已经找到位置了。好丰盛啊！我们今天因为有生日的关系，所以龙虾买一送一。那这样子全部加起来六百多，660，还 OK 啦。好，还吃？你要先吃哪个？当然是先吃龙虾，看一下龙虾好不好吃。它龙虾是半只哎、欸。龙虾其实它就是半只啊。对啊。我觉得好像应该算是一般的。算小龙虾。算是一般的小的，比较偏小的龙虾吧。对啊，你吃看看。他给你这个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有附这个。加这个啊。怎么用？哦，把那个螯剪弄碎，这个啊，不是你要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这样子压就破了，再压一下，哦，好，那你先来吃口龙虾吧，它是蒜味对不对？我觉得好像是属于，它好像最后有加蒜味，哇，哦，好爽哦，就这样吃下去了。怎么样？因为我觉得它的龙虾肉偏老，偏老，可是有点就是煮太久了。它是水煮的吗？对，还是烤的？水煮的。是水煮的，是这样。好吧。比较偏老，但是它还是有弹性。嗯，那你觉得好吃吗？来到这边吃到龙虾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可是我觉得宝珠馆应该不会很多，难怪他给你一个这么大一个马铃薯。马铃薯就是在，也怕你吃不饱。那其实也还好，对不对？那还好，我们有多点其他东西，不然应该吃不饱。他点这个啊，不然应该会吃不饱。如果说你单点这个话，应该会吃不饱。对。主要的菜应该就菜应该还好，看起来就很普通。对，就是你那你配搭配马铃薯还要吃啊。啊。对。它是一整颗马铃薯，而不是薯泥。一整颗。之前都是薯泥，对不对？一整颗马铃薯。对啊。这样还会饱足感。嗯，好吧，那看起来龙虾肉不是很多的感觉。对啊。
对，就装这块最大块。那你觉得、那你觉得哦值得吗？380。380，可是其实外面单吃一只龙虾大概也要700块。嗯，差不多。可是因为我们有买一送一啦，所以划算。其实就是因为算是今天是买一送一。对，如果你有 IKEA 会员的话，你买一送一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啊，如果说单点的话，可能要考虑一下，因为可能 CP 值不是很高。可能你300多块就可以吃份牛排了，热排了，对不对？好像还比较好一点。嗯，对嘛？每次来 IKEA 都吃超饱的，那今天看会不会吃的比较刚好一点？这个好吃啊！对啊。哎，这个等一下介绍一下这个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。这个好像是 cheese 猪排。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前一阵才刚有的，因为我早起来的时候没看过，然后后来我吃过一次就觉得哇不错。你看里面是 cheese 哎、那边还有包一片火腿嘛，对啊，哦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真的是还蛮，快点切一块来吃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蓝带 cheese 猪排啊，然后里面就是那个 cheese。对啊，哇，怎么样？好不？啊，我不用切一个给我吃哦。我很忙碌的。哦，cheese 流出来。烫，比较烫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两个。它的龙虾好像已经煮起来放蛮久了。好吃。好吃，好吃。你不觉得吃这个怎么样？就是那个感觉，可是这个是两个热的。对，那这个真的是还不错，而且这个一块是65块。一个65块。对，一份是65块。我觉得还不错，蛮划算的。然后这个一份109块。嗯，大概我们点这几样，大概就是我们常来这边吃的。就买 IKEA 都会来吃的东西，对。啊，有时候偶尔会点个鸡翅啊，对。只是说今天想说有猪排，就不要点鸡翅了。其实它的鸡翅也蛮好吃的。对。然后我们两个其实都不太喜欢吃那个丸子，那个肉丸。对，他们肉丸我觉得还好。很多人都喜欢吃，可是肉丸我们两个不爱。还有你爱最爱的这个，最后再吃吧。就是也是来波士顿派这边都会点的甜点。对。好了，一份才50块，对，差不多了。蛮好吃的。好了，那就这样了，开吃哦。还有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，龙虾，如果你有生日买一送一的话，可以来点来吃吃看。啊，如果说你想单点来吃，可能要考虑一下 CP 值，不是很高啊。对，就这样。好了，就这样哦。拜拜。Like to have a place to come back, a warm house of friends to tell them. Let me tell them.